十里，肾上腺分泌还在家，喘气吧。要再逃命，但实情为令面型更瘦吧。我要卫冕啊！点解？我要，因为我上年就上一届我曾经攞过冠军，我今次要四百米咯。我咁易攞得第二？快吧，更不可能斗快吧。下半身太重啦，唔記得搶場。因為泰拳係講求爆炸力噶，而喺跑步嘅訓練裏面咧，都要做好多唔同路程嘅，一百米亦都係其中一種。所以今日呢一個運動會咧，亦都係一個好好鍛鍊嘅機會。加油啊！好緊張啊！但係因為競爭出現主題分咧，我覺得我係輸緊啊。有得參加運動會啊！要跑步好緊張，而家有人同我講我要跑四乘一百咯。咁我今次咧就跑一個二百米嘅。好緊張，因為我未玩過。希望有好成績啦！各位同事、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加油啊！跑好似是二百米同埋呢個四乘一百，心情簡直係難以形容啊！